记者冯毅宁台北报道。有个名主播姐姐，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感觉，从模特儿转战戏剧圈的夏嘉玲。有的名主播姐姐夏嘉璐，单眼皮的夏嘉玲说自己从未恋爱过，姐姐很担心。跟姐姐夏嘉璐一样带着精致五官轮廓加上修长模特儿身材的夏嘉玲，毕业于北艺大专业演员培训硕士班。她近期因参与何润东执导的《翻墙的记忆》崭露头角。虽然转战戏剧圈，夏嘉玲有时还是会寄养，想回到伸展台上，正投身于戏剧演出的她近日出席 Scotch。夏嘉玲话不多，但提到姐姐夏嘉璐话匣子就开了。她坦诚，姐姐很担心我没交过男友。不过对夏嘉玲来说，她喜欢诠释许多不同角色的人生。她现在很认真在上表演课程，希望趁年轻好好拼一下。夏嘉玲诠释 Scotch。夏嘉玲左与新生代演员张广淳 Scotch。